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好。我怕你们睡着。刚吃饱应该会有点昏昏想睡觉，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感觉起来也不少哦。坐了一天，屁股有没有很痛？有哈，因为我是过来人啊，我知道那个从昨天上到今天，那个卡真也疼了哈，这刚也疼，疼没？真假？哇、你安尼一句话，我等下上课我就要很卖力有无？吼，安尼听着的是我心情好啦吼，不知道你们心情好不好？好，谢谢。今天真正有够恭维啦吼，民政府都安尼爱需要令啦，爱支持呀。所以其实吼，我看到今天有蛮多年轻人的。我看到今天有蛮多年轻人的、算也还蛮不简单。这是台湾民政府局势明朗以来越来越多的现象。为什么？不过啦，我等一下问一个问题，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偷偷举手。我先问在场你们是自己看报章杂志来，然后没有人给您推荐自己看，然后找来这里上课的，请举手。刚有有吧？无。好，第二个问题，请问在场是被你逼迫来的，请偷偷举手。一定有啊！我在猜那些年轻人的心里应该都在举手。有啦哈！如果旁边坐着是你妈妈逼你来的哈，你就偷偷举，这样我看到就好了。不会带你给你扒我。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因为我当初也是被逼来的。大家应该知道，在我这个年纪，大部分的年轻人是不是都是政治能感？政治能感是怎样？国民党怎样，民进党怎样，不关我的事情。他们杀得你死我活，我只要每天吃喝玩乐跳舞就好了，是不是？应该大部分不太会管国家大事是怎样，反正政策怎样也不关我的事情。我就是上班赚钱啊，人生就是这样子过啊。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刚开始呢，我也是政治能感的。那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很神奇的有一天呢，我隔壁的阿姨就来找我母啊，就跟我母啊说，台湾啊，要换政府啊，要变天啊。我母啊就说，切吗？然后她就很兴奋的就跑来跟我讲，妹，我跟你讲隔壁阿姨说，台湾要变天啊，要换政府啊。请问我会怎么讲？不可能啦，政治很黑暗，你别让人洗去，别让人骗啦。我说你别听黑啦，我们好好过日子就好了。结果我妈就说不过我嘛，就不了了之了。不了了之之后呢，过了一阵子，我隔壁阿姨过来啊，她就跟我妈说，不这样啦，因为你没了解，不然我们各州都有那个州办公室，不然你带你女儿去州办公室听看看，他们会告诉你台湾民政府是啥。我母啊就开始啊，又回来，妹，这样不然来听看看，离我们也蛮近的，我们去看看，看他们讲什么。那我，大家觉得我会去吗？不会。我就跟我妈说，政治很黑暗啦，我们什么都不懂啦，为什么要去扮黑呢？我说就好好过日子就好了。而且他们从头到尾讲什么你刚听有？我妈说听无啊。我说对啊，听无可要去。然后结果我妈就说，不就去听看看啊，阿姨就一直跟我们招啊。我说不会啦，我没用。结果我妈就使出她的杀手锏，她说好啊，这样我自己去。我说这样好，我陪你去。为什么？我怕他让人骗，你知道吗？对吼，我就怕他让人骗，我就想说好啦好啦，我陪他去好啦，我们就去。结果当时的那个州里面的，也就是现在的知事他就拿很多的证据然后讲了几百年堂之后，出来之后我妈就问我说，安娜你感觉安娜？我感觉安娜，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读的历史课本里面，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中华民国叫流亡政府。
什么叫做流亡政府？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所以他讲什么我听无。然后，我安尼有正常吗？有正常啦吼，我有正常哦，不是我无正常，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跟我同款啦吼。尤其又是我这个年纪政治能感的，流亡政府没有听过很正常，所以我跟我妈讲听无。然后我妈说安尼哦。其实我也听无啦，你无甲我解释，我当然也听无。那不然要不要办身份证？我说当然不要。哦，拒绝接受，对。结果我就带着我妈回去了哈。哎，好险！我们隔壁的阿姨哈，过了一阵子哈，又来了。一来啊哈，一个跟我妈讲，安尼好啊啦，叫恁查某囝哈去上课。我跟你讲，中央哈有开黑初高级班，叫你女儿去上课之后哈，她就懂了。我妈就说，应该无什么可能呢。然后阿公，你改讲看麦啊，安娜。我妈哈就又满怀着那个热情跟希望又回来。妹，五六日哈，那个中央哈有开那个课，阿伯你去听看麦。当然拒绝接受。我说不爱啦，我哪有赢啊？我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根本就不想要碰政治，我也完全没有当官的欲望，所以不要找我。哦，结果我妈哦，使出她的杀手锏一过来啊，从早到晚的开戏啊。我那是坐底下吼，伊都，啊，你也看电视哦，啊，你不是有赢吗？我说你那样在讲，我就没兴趣啊。然后从早到晚哦，你要是给他看到你有空有没有，伊都开始练吗？到最后哈是怎样被迫妥协有没有？你就想讲好啦，你友好，你知无？好伊欢喜啦，就认了。我就讲呵呵呵，我说你们这些人哈啊，我说妈，你为什么不去上课？你自己先去上啊。Why？ 我讲你家己不要去，你给我去。你先去上，你上完之后哈，你较巧，你听听咧哈，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回来再跟我讲。用这一招来欺骗我的感情有没有？然后就叫我先去上啊，最重要吼、哦、也是想说让他开心，你知道吗？我等想说算了算了算了，让他聊一个心愿，我就来上课，我就跟各位一样来上初级班，然后呢从礼拜五礼拜六这样做，做到屁股痛了有没有？三天两夜的课程结束之后，请问我相信了没有？猜猜看，还有疑问？不相信，相信了，相信的声音比较大。答案是我相信了。啊，你有胆什么？有哈，就好骗的对吧？我三天两夜哈，我很认真的听课，我很认真研究哦，他所讲的法理哦。然后我有很多的疑问哦，可是我还是相信了。我相信了，我不但相信了，我还满怀满腔的热血。我马上课程结束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讲啊，我就只有这三天两夜的这个法理知识，我就开始跟他讲。我就讲，你刚怎样台湾民进户啊？安娜安娜吼，日主美账安娜安娜吼，怎样怎样怎样？讲完之后，隔天我朋友打电话给我，怎样？我朋友跟我讲啥？我吼是识你吼十几年，朋友这久吼，我就了解你的个性。你吼对哦，就好骗呢，就好骗呢。他就说吼，你吼一定被人家骗了。我说你哪样在讲哈？你的个性吼，你是不是一定没有上网去查资料？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嘛。我说对啊，怎么样？我告诉你，我查了一整个晚上。我说然后呢？你没有看到网络上都写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吗？你还去？我说哦，那这样我比你聪明啊。你讲为什么？我说因为啊，台湾民政府是，如果是诈骗集团，它存在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已经几年了。诈骗集团要抓走就应该要抓走啦。再来，台湾民政府这几年来里面有什么老师、医生、律师、博士、硕士，知识分子比我高的不在话下。我说这么多厉害的人都相信了他们的问题，你觉得我的问题会有他们尖锐吗？肯定没有的嘛，他们一定问的比我还要深奥啊，他们都能接受了，你觉得我的问题会是问题吗？
我说我如果有任何法理上的问题，我提出来一定可以得到答案的嘛。我说他不是几个月，他已经几年来被考验过了。我说安奈我比你更巧，我不是平多，我是比你更巧。我没有去查，可是呢，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我看到了。我跟我朋友讲，如果你今天没有给你自己机会来看到一件事情的正面跟反面，你有权利来评断这件事情的真假跟对错吗？没有嘛，你只给你自己看到了负面。所以很恭喜在场的各位，你们给了自己的机会来看看它的正面，看它的正面之后呢，来参加台湾历史性转变的这一刻。重点是法理呢，从昨天到今天觉得自己已经蛮了解的请举手。哦，很棒哦。还不傻傻的请举手。那不举手的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没。因为齁，我朋友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好，算你聪明，但是呢你可以跟我解释吗？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已经说了，日本已经放弃了台湾澎湖的民力请求权了，主权权利了，为什么你们台湾民政府还说台湾澎湖的地位是日属美占？大家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我跟他说，我上完高级班下个礼拜再告诉你。对吧？因为我回答不出来，我只上了三天两夜的课齁，我不是很明白，因为法理之深奥啊，它没有这么的单纯。所以呢，我上完高级班之后呢，我还是没办法回答他哦，很多的问题哦。我是一直到考完郡守考试之后，有前辈哈、哦、鼓励我去考滚秀科起呀、啊，我才读了。现在各位桌上很多人都有放那个《新台湾论》，有没有？我读了那一本，我才从里面很清楚的了解到台湾民政府他所讲的法理到底是什么。那个齁、哦、你必须需要一段时间的融会贯通，所以呢在场各位的心情我可以体会，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一开始那个法理你要了解得很清楚有困难，你需要时间，再加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政治能感的，那你会更辛苦齁、哦、那个齁、哦、我爸爸他是政治狂热者，所以呢我在跟我刚开始哦加入民政府没有多久，我回去再跟我爸讲这个法理地位这个政治的时候，哦问爸哇高共嘞，每天都在看那个政论节目，这就是政治狂热者哈、哦、他们那个基本的一些历史啦知识啦国际局势他们都有一定的基础哈、哦、可是像我们这种就有困难，连流亡政府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今天呢我要带大家看台湾历史的轨迹，我会尽量啦用最简单然后比较有顺序的方式尽量让大家来了解为什么台湾民政府即将要执政的时候呢，各位你们要想你们有办法如何应付2400万台湾人民如果都来跟你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台湾会是日属美占这样的法理地位，你要如何的去回答它？最基本的法理基础一定要有，好不好？好、哦，那我上课其实是很轻松的啦，哈、哦，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有一些回应呐。我们先来看到 Formosa， 大家知道是哪里吗？台湾，有看过这个地图吗？猜猜看，这个切成三块这个岛是哪里？嘉喜德，台湾，台湾是谁啊？那吗？这是在13、14世纪的时候，最早期打开大航海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呢来到日本琉球，来到这里，哇哦，这个岛怎么这么漂亮？然后当时呢，西方人呢，他们有一个名词叫 Formosa， 也就是美丽的意思。然后他们呢，将 Formosa 赐给这块岛屿“美丽之岛”，所以这是台湾。可是为什么台湾会切成这样？因为这是最早期的台湾的航海图，当时的航海技术还不是这么的发达，所以是台湾没有错，只是当时画的没有很好、哦、
所以 Formosa 台湾的 Formosa 是这样来的，美丽之岛的意思。那最早活动于台湾这块岛屿上的外来民族是谁？猜猜看。荷兰。还有吗？大清。还有吗？日本。还有吗？原住民。哦，荷兰。哦，大部分哦，这些猜测里面答案是什么？日本。现在哈，你开始会觉得哈，有一些历史的尝试跟这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给你的历史教育会有点不太一样，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捏造的。我们必须要从世界上的国际观来看台湾的历史才是正确的。所以最早期是什么时候？十三、十四世纪，日本人已经在台湾这一块岛屿 Formosa 这块岛屿上活动。所以一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赴海外发展才停止。那刚刚有讲到荷兰呢、啊、西班牙、葡萄牙呢，大家要知道的，日本至少比中国提早300年以上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居住跟活动。那我们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给我们的教育，哎，我们大家印象中的荷兰它是怎么样？荷兰它是算是第一个比较有系统来占据台湾的外来民族，但是呢它不是最早的，它每年必须还要向日本的德川幕府进贡30000张以上的鹿皮，日本才准许它来台湾哦。所以当初呢1624年荷兰人呢获得日本人的许可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活动跟居住。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荷兰要来台湾？为什么？当时呢西方人最喜欢东方人的什么东西？瓷器、丝绸，那个呢相当于欧洲世界的什么黄金一样有价值。所以那时候荷兰他就想，我也想要分一杯这个羹，怎么办？他要找一个转运站，连接什么西方跟东方的这个运输的这个经济利益的转运站。他一开始选哪里？他选澎湖。可是澎湖呢离当时的大明国，大明国觉得澎湖离我太近了，他就出兵把荷兰人赶走。他把荷兰人赶走之后呢，荷兰第二个就选择哪里？台湾。好，请问如果荷兰人呢他是为了经济利益来把台湾当作转运站，他会不会好好的对待台湾的人民？会不会好好建设台湾？不会。有没有去过红毛城？有。有没有去过台北淡水？对不对？有没有去过台南的安平古堡？有齁。当时呢台北的红毛城呢跟现在台南安平古堡，台南安平古堡就是当时荷兰人的乐兰遮城，这是他们留下来的军事基地。荷兰人呢把台湾当作经济利益的转运站，所以他不会好好建设台湾，也不会好好对待台湾人民。有没有听过红毛鬼子？就是在称他们这些人齁。我讲的这个跟以后都有关联。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在这一段期间台湾是没有获得良好的建设的。好，他们就只有盖军事基地。那谁把荷兰人赶走？郑成功。好，所以当初呢我们16、17世纪的时候呢，台湾它其实已经奠定一个很重要经济枢纽的位置。可是大家要知道，在这个时期呢，中国的汉民族他们还是非常的落后的，他们也不知道台湾啊已经进入了什么，打开了航海的世界。所以这会造成什么文化，以后文化上的落差，包括台湾以后的历史悲剧。好，所以从现在开始，有没有开始觉得跟你读到的，从小读到的历史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要敞开心胸去检视，要放开你的国际观，要知道台湾的历史是如何被捏造的。这是 Formosa 大概的一个政权轮替。
1624年日本让与荷兰，1662年荷兰让与郑成功，1683年郑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189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1945年4月1号日本正式将台湾编入国土的一部分，1945年10月25因为日本战败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我们刚刚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就是他占据台湾的期间，请问荷兰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没有。为什么？哦，没有国旗。还有吗？没有全部占领。还有吗？正确答案是没有全部占领。荷兰的领土有效管辖范围不及于 Formosa 的全岛，有没有看到它的有效管辖范围只有一部分而已？有没有？因此荷兰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好，那刚有讲到谁把荷兰人赶走？郑成功。请问郑成功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没有。为什么？哦，对，他不是一个政府，可是呢，他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的原因呢，一样，来看到，有没有看到台湾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一小块？这是郑成功在占据台湾的期间的有效领土管辖范围，有没有整个台湾？没有，所以因此呢，他也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因为他的领土有效管辖范围一样不及于台湾的全岛。这样了解哈。好，那话说回来，郑成功为什么要将荷兰人赶走？为了救台湾吗？为了什么？反清复明，我听过了哈。他为了反清复明，将荷兰人赶走，把台湾当作军事基地。好，请问他会好好对待台湾的人民吗？不会。会不会好好建设台湾？不会。哦，好，这也是重点哦。那谁将郑成功赶走的？大清帝国。有没有看过这一张地图？这是哪里？这个地图是哪里？台湾怎么只有一半？为什么一张地图要画一半？有没有想过？这因哦，对，很厉害哈、哦。所以台湾呢，为什么这块地图呢，台湾会切成一半？台湾就是一个完整的韩籍吗？可是它的东半部不见了。1683年大清帝国占领台湾，那大清帝国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原因是一样哈，一直到大清帝国，一直到1895年大清帝国对台湾领土的有效管辖范围不及于 Formosa 的全岛，仅限于西半部的六个汉人屯垦区。好，所以呢，大清帝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对不对？好，请问台湾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中国？大清帝国他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所以台湾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大清帝国在占领台湾多久？大家知道吗？期间有多长？212年。哎，有长吗？哎，212年很长哎，经过几个世代了，有没有？都生小孩，又生小孩，又生小孩了。可是呢，这么长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200多年的期间，为什么他不把台湾全岛全部都控制起来？
为什么？对，我们讲嘛，有没有看过赛德克巴莱？你进来我的猎场，我就把你克。哦，除了我们的东半部英勇的高沙族很英勇很难打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是什么？在大清帝国的皇帝里面，他认知台湾是什么？当时呢，他把郑成功赶走之后，大清帝国的皇帝就说：“我不想要爱台湾。”为什么？因为啊，他们还没有打开大航海的时代，一尴尬，下面台湾啊，离他太远了。我刚刚有讲，荷兰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没有。郑成功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没有。因此，到大清帝国皇帝手上的时候，他认为台湾就是一个没有发展、没有建设的荒芜的化外之地。哦，因此建设要不要花钱？要。管理要不要人？人要不要薪水？要，还要钱，对不对？都是钱。所以大清国的皇帝说：“我不想要花钱在台湾。”可是施琅，大家知道施琅，他就给皇帝建议：“袂使，我跟你讲吼，台湾吼，你要把它占领起来。”皇帝就说：“为什么？啊，如果又有人再把他抓来，把这个台湾占据来，然后做反清复明的基地怎么办？”皇帝就说：“啊，我不想要开机啊，安那边啊。”施琅哦，就给他一个建议：班兵制度。什么叫班兵制度？他说：“哦，台湾呢，仅为弹丸之地，得也好，不得也好。虽然它是荒芜的化外之地，可是呢，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管理一个地方，是不是要文武官员？我们先来讲文官。”他就说：“哦，文武官员你都给他设定三年为一任，然后呢，三年的期间一到，一定要回来大清国。回来到大清国之后，你就给他升官又加薪，这样他就会想回来了。然后你派去的文官呢，家眷呢，全部扣押在大清帝国，让他自己前去，这样他就不会在台湾落地生根。”你就不用担心他们会集结反清复明。皇帝就说：“嗯，安内北派。”所以呢，去到那里之后呢，你哈、哦，你想啦，我们当时的整个的科技，他坐船呐、啊，哈、哦，给他这样吐嘞吐嘞，来到台湾，给他扣个三个月半年，好不好？来到台湾定居，了解台湾的所有的邻里乡里民俗风情，给他扣掉个一年，好不好？啊，扣一扣之后呢，等他拿出笔起来要写企划书的时候，拍谁吼，你要回去啊。如果啦，是在场的各位，你会不会好好的建设台湾？不会。上头的人也没有要求你交什么政绩出来。如果台湾啊，地广人稀，然后好欺负，钱财又多，你要不要贪污？要。要不要贪污？要。他们也觉得我要贪污。那武官呢？要不要警察、啊？要不要兵？要嘛，一样。施琅跟皇帝讲：“你一样用三年为一任的班兵制度，然后你就把大清帝国所有的无业游民，就派去那里就好了。一样的条件，请问台湾的人民会受到良好的对待吗？”这样的文武官员来到台湾之后呢，能做什么？能贪污就能贪污，能欺压百姓就欺压百姓。因此212年大清帝国占据台湾的期间，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这就是台湾当时的社会动荡。各位，你们觉得这样，你们觉得他们是你的祖国吗？有好好对待台湾的人民吗？没有。好、哦，还有台湾不逐城。当时皇帝还下了一个命令：台湾不逐城。台湾啊，要不要你管理一个地方？要不要县市政府？要吗？嘿哦，免去啊啦，连建设都省了，
盖一个哈、哦、几年哈、哦、不会倒的那个就好了，按、啊、了解吗？两百多年来，台湾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下，因此很多人不懂，他们觉得哦，大清国是我们的祖国，何来的祖国之称？有好好对待台湾人民吗？没有。有好好建设台湾吗？没有。大清帝国1887年完成台湾的建省，换句话说，大清帝国在占领台湾佛罗摩萨西半部204年后宣布将台湾并入他的版图。请问有成功吗？有没有成功？没有。我再问一次，大清帝国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没有。所以台湾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大清帝国，没有属于过中国的爷爷。所以中国呢，以前啊，一波他才，他还说台湾澎湖是他的。金马吼稍微比较有知识了，有读书了，他现在不敢说台湾澎湖是他的，他只敢说台湾澎湖是他的核心利益。这样了解哦。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如果呢，不是属于过大清帝国，没有属于过中国，但是我们被影响了些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台湾被冲击了什么样的文化吗？我这样子问哈，大家知道我们最早期台湾平埔族、高沙族是信仰什么教吗？不知道哈。平埔族、高沙族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部落，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像阿美族啊、泰雅族啊，很多的部落。可是每一个部落之间的语言有没有一样？我不一样哦。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台湾很容易被外来的民族占据，被荷兰占据，被郑成功占据，被大清帝国占据？那个就是因为台湾呢，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因为部落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共同的书哦，共同的文化，每个部落之间呢讲的话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当时的社会呢是以女性为中心，没有文字，没有书，他们只有什么？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勇士传说。有一些人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对不对？是不是他就跟你讲我们的祖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口耳相传。因此呢，台湾呢很容易被占据，就是因为他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文字哦。这是最早期我们台湾的文化跟信仰。那我们一直以来被影响了什么？来，我请问哈、哦，日本信仰什么教？大家知道吗？拜那个啪啪神社，对不对？美国信仰什么教？基督教、天主教嘛。台湾信仰什么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睡觉。一贯道。我们台湾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教？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大家说爱台湾爱台湾，你刚有想过台湾这么小，我们美国，诶，你讲一个国家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文化是什么，对不对？可是台湾就小小一个，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教？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被冲击的文化，我们是不是有被荷兰统治过？当时呢，他把台湾当作经济利益的转运站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传教的重点。他将当时高沙族的长老都聚集起来，然后让他们信仰基督教。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高沙族大部分都是信仰基督教？然后呢，还有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刚过完什么？中秋、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七夕、过年，请问它是属于本土台湾人原本就有的节日吗？不是。它是谁带来的？
中国，也就是当时大清帝国所带来的文化，它不是属于我们本土台湾人一开始所拥有的文化哦。有没有冲击？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蛮冲击的，过年的时候秘书长就说，你们这些不要去收那个红包，不要包红包，有没有很难改？结果过年完回来，秘书长问说，安娜有没有收红包？有啦。啊，有没有包红包？有啦。有没有很难改？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啊，秘书长说，我们结合东西方最好的文化、最好的制度来运用在台湾。如果烧金纸会破坏大气层、破坏环保，哎，我们可不可以以后改用鲜花？不错啊。如果我们能够将东西方最好的文化、最好的制度来运用在台湾，创造出属于真正属于本土台湾人的文化跟制度，是不是很好？很好哦，这是很好的。中国带来的文化不一定是适合的，不一定是好的。那个只是因为什么？212年来，时间长不长？太长了，你受到的影响。但是呢，身为台湾人，你要知道原本属于台湾的是什么？原本属于台湾的是什么？因此，台湾被冲击了什么文化？最早期，我们是以代代相传、灵魂不灭为传说。然后荷兰的时候呢，我们被通商的重点、传教的重点赋予了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文化。再来的就是受到一些中国的文化的影响。这样集体潜意识啊的文化，它会造成很可怕的魔咒。这个魔咒就是吼，隔壁的阿姨爱来问到啥道，有无？问家公，好啦好啦，还是被强迫来上课的。吼，这个就是台湾人啊，很可怜啊，很可怜是什么？有没有发现现在小朋友的那个课纲微调？知道吗？之前一直在学生在抗议的课纲微调。我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可怜的。我那个姐姐，我姐姐的女儿，她就说：“哈，我不想要读册啊，为什么？太夸张啦！这样我一整年全部都读中国的历史，有没有搞错？各位，你们能接受吗？你们能够接受自己的小孩应该要培育的是国际观吧，世界观吧？为什么要一整年都是读中国的历史？”你光想就知道有阴谋，是不是？康熙、乾隆、雍正、慈禧，好像大家很熟悉的这些名词，可是请问跟台湾人真的有什么关系？真正属于台湾的历史文化啊，我相信我刚讲到现在，应该很多人都不一定有听过。那我们真的该了解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该了解的是台湾。终于哦，1895年，大清帝国的皇帝正式将台湾及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有看过这个合约书吗？哦，有的人有看过哦。来，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所签的条约，皇帝跟皇帝签的。这里，台湾全岛及澎湖，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及纬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觉得这一张很像什么？这张合约书很像什么东西？卖身契，很像土地所有权状啦，很像土地所有权状，有没有？这个就是台湾澎湖的土地权状，有心吗？这个就是当时的甲午战争所签订的下关条约，日称下关条约。如果你们读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给你们的历史，它上面是写马关条约，就是这个，日本称下关条约。请记住，从下关条约之后一直到今天，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有再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有再签过土地的所有权状。
这样清楚吗？所以因此土地的所有权状目前还在谁的手上？日本天皇的手上。哦，所以之后呢，1895年呢，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后，台湾就进入了日治时期。其实上到这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疑问，当时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有觉得，哎，恁台湾民进户的老师啊，都说吼，日本啊，对阮外好都外好，可是在我的历史记忆里面，好像就还是有对日抗战呢，吼，好像还是有打仗啊，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日治时期啊，在统治台湾啊，几年大家知道吗？好，50年啊，50年如果跟大清帝国的占据台湾212年比起来，短还是长？算短。可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台湾做了多少的改变？日治时期它其实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前期差不多20几年了哈，中后期呢差不多30几年。一开始呢，前期武官后藤新平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是用德国式的科学殖民主义严密的控制整个台湾的社会。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是什么？德国倒菜刀，有厉害了！德国倒菜刀，把日本兵打，请问赢输？绝对会输的嘛！你德国倒菜刀咻咻的，说不定那个菜刀还飞出去了嘛！会输对吧？可是大家知道吗？日本兵刚带来台湾的时候，没多久就死了3000-4000人。第二个道菜都怕死的吗？安怎死的？忙啊！点些登革热，丢登革热死的。所以呢，怎么死的？不是水土不服哦，是因为台湾的垃圾杀死的。有厉害不？台湾太脏乱，脏乱到可以用垃圾杀死日本兵。哎，你刚了解啊？哇，厉害！你看。荷兰统治台湾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没有。郑成功有没有？没有。大清帝国有没有？没有。因此到日治时期，也就是后藤新平来接管台湾的时候呢，台湾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脏乱的社会。因此呢，就这样我们用垃圾啪就杀死了3000-4000个兵哦，这也还蛮厉害的啦。就是很多的病源呐，哈，脏乱的病源。所以呢，但是呢，日本他当时呢，还是啦，我们当时的一些革命的举动啦、活动啦，日本呢还是非常的佩服我们，他们还是以哈我们的人民是可杀不可辱的台湾民族来记述台湾的这一段的血泪史。可是当时哈刚进来的时候，日本吓到，哎。你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我们日本天皇，可是呢，怎么只有西半部有被统治过的痕迹？那东半部我是要怎么处理？他就询问，美国告诉他，你要像我们美国征服印第安人一样用武力征服。因此知道啊，我们的塞德克巴莱啦什么的，日本呢，他必须呢先用武力征服我们台湾的东半部之后呢，他才能够有效的落实整个台湾所有的建设跟制度，对不对？这就是哈我们历史记忆中的前期。前期，那到了我们讲了后藤新平呢，他有过，他有没有功？请问有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哦，很多人都有办哦，谢谢。那请你们去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时候，请你们去申请什么东西？户籍誊本。什么时期？日治时期的户籍誊本。为什么不是大清国时期的户籍誊本？哦，对，因为大清帝国从来就不管你们这些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死活，他完全没有做过户口普查的动作，因此大清帝国没有户籍誊本。
哦，一直到了后藤新平来做了什么？土地调查、户口普查、生物学、科学、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很多的发展之后，台湾才正式的迈入像是一个国家。因此，当时日治时期的户籍誊本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他将你家家户户，你家有多少的人口，几卡早的人，调查得清清楚楚，有没有用心？有，他有在乎你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哦。所以他做了一个户口普查，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沿用日治时期的户籍誊本。我们一直到了1904年，明治37年，台湾的财政已经可以完全自主，不需要日本的中央的补贴，甚至台湾的公共建设比日本的内地还要先进，台湾下水道覆盖率是当时的亚洲第一高。哎，安内有高哦，安内怕跑阿不？有没有突然觉得台湾从很落后的国家突然，哎，好像变得很厉害，有不？台湾啊的财政可以完全自主，这个很重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大清帝国没有好好建设台湾，因为建设要不要花钱？要。可是大家知道吗？日本就是有那个眼光，他知道台湾是个宝岛，一年三收，物产丰饶的国家。因此，你只要好好的建设台湾，他不但呢可以自给自足之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成为日本的大米仓，高吼，很厉害。所以人家都说台湾是一个宝岛哦。所以在这时候呢，做了建设之后，到了中后期，我们换了文官田健治郎跟当时的首相元敬，他们做了一个政策，他们就说。欸，台湾啊，真的不错了。那如果我们把台湾纳入为自己的国土，好不好？欸，好啊。那要怎么做？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你必须先实施皇民化政策。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内地延长的主义政策，从日本、琉球包括台湾，然后划分为日本的国土。那他要做什么？如果一个国家要不要有共同的语言？要不要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字，对不对？所以我们早一辈的阿嬷阿公有没有学过阿伊乌哎哦？有，对不对？有学过。那就是为什么如让台湾人如日本人一样效忠日本天皇，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然后日台共学、日台通婚，任用八田雨衣当时最好的建筑师来建设台湾。有听过八田雨衣吗？有哈，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知道没有他，台湾也不会成为今天的鱼米之乡。有没有去过乌山头水库？有水吧？有看到这个雕像吗？他在吐在那里在做什么？他在想，他在沉思，沉思的男人哦。他在想什么？他想说，台湾啊，这样的稻米稻田，我如何可以让水绵延数万公里来灌溉到每一个稻田，让台湾成为真正的一年三收的鱼米之乡。因此他做了什么？嘉南大郡建设、乌山头水库、台南水道、桃园大郡，都是当时日治时期台湾现代化很重要的土木工程。这个乌山头水库甚至是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的水库。听到这里也觉得很厉害，有没有？就搞的哦。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台湾的经济奇迹跟亚洲四小龙是什么时候来的？是日治时期来的，还是十大建设？蒋经国的十大建设来的、哦，你想够扣零？十大建设几年？顶多给你十几年呐、啊，哈！你知道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一画就是几年吗？它没有十年、二十年的，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一画就是一百年。到台湾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建设蓝图都是沿用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发扬光大，任何人都可以发扬光大啊！可是你知道要开发一个地方的建设跟经济基础有多么的困难吗？哦，你光想象就知道，荷兰不愿意，郑成功不愿意，大清帝国212年来更不愿意。你觉得当时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有办法有这样的知识跟尝试吗？不可能。他在落后的中国来到这样发展的台湾，他完全不会有这样的知识跟能力还有智慧。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当时呢，交通运输方面，南北的纵贯铁路，还有港口的轮船、机场，台湾全台的电力、水力发力发电、火力发电、资讯传播网，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吼，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消息的资讯传播的一个真正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可以做什么？很多的事情，经济的稳定，科技的发展。所以大家知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它当时呢还没有成立哦，所以台湾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进步有100年以上的文化差距，100年。各级的行政司法机关、警察系统、户政制度、农会系统、金融财政体系及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普及全岛初级教育有多么的重要。如果今天呢、啊，请各位在路上随地大小便，你敢会肯？不会愿意嘛？因为你有受过教育。可是大家到现在，你们看新闻，还知道中国呢？到现在还路边随地大小便，有没有？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文明的社会了，还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当时他们跟我们的文化落差有多大吗？跟当初我们已经接受过这50年日治时期的进步有多大？1941年，台湾每1000人平均有5台电话，中国到42年后才达到这个标准。1943年，台湾儿童就学率已经达到71.3%，中国在20几年后才勉强达到这个标准。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跪着在干嘛？读书哈，读书不坐着，为什么要跪着？在培养什么？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呢，它也会影响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台湾的一些状况。所以现在的学生有没有很好命？有啦，就后面哦。有没有看到这些学生头发剪得很整齐，制服穿得很漂亮，然后鞋子有没有人人都有鞋子穿？温布啊吼，看到这张，伊就甲我问讲：哎，日治时期啊，读册时阵有鞋啊通穿，我读册时阵阁无鞋啊通穿了。我讲你就少年的啊，你绝对不可能是日治时期的时候生的嘛。那一定是日治时期之后嘛。那日治时期有鞋子可以穿，然后你读书的时候没有鞋子可以穿，那我妈妈的时期是什么时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时期。表示经济是退步还是进步？退步。这一张是当时呢日治时期的时期呢建立的由台湾人就读的小学，然后他们跟日本的学生呢打棒球，打赢了之后合影留念，代表了什么？哦，冠军，代表了台湾啊，当时的社会治安，人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有时间打棒球，还有时间画画。如果今天你没有吃饱穿暖，经济上不稳定，请问你有办法发展其他的事情吗？不可能哦。你有办法发展艺术、文艺吗？休闲娱乐吗？不可能。所以当时呢所展现出来台湾的强盛的国家，再再都显示了台湾当时的经济跟稳定。这个陈澄波他也很有名，很多人认识他，但是大家应该不知道他怎么死的。等一下我会讲到1895年大清帝国统治的台湾，日治时期改正后的宽敞道路，两个有差不？
一个很脏乱，有没有？212年，一个很整齐，50年。有心治理跟没心治理，有差就多不？差就多。所以终于什么？日本天皇呢下达了诏书，他在1945年的4月1号颁布了明治宪法，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没有看到这一个 Japan 日本的地图？这里是哪里？台湾。台湾在日本的地图里面，有没有？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一个例子哈，我们刚刚看到在签订下关条约的时候，大清帝国割让了台湾澎湖给日本天皇，其实当初他还多割了一个地方叫做辽东半岛。结果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稍等耶，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给你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呢，贝安娜，他依照了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的条约下，他跟大清帝国的皇帝再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因为辽东半岛也就是当时的奉天，奉天呢是大清帝国的起源地，因此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此不能被割让。所以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请问台湾还可以被割让吗？不可以。从下关条约之后一直到现在，有任何一个条款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吗？没有。所以因此台湾的领土主权还在谁的手上？日本天皇的手上。这样了解了。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呢，除了皇民化运动然后下达诏书颁布宪法之后，我们还赋予台湾人参政权，这是当时的报纸哦，下达了征兵令，因此台湾跟澎湖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完全合法，依法行事哈，这样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日治时期，我们就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下一个议题，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下一节课再回来，谢谢。